讲翻今日介绍嘅呢间餐厅理念，一碗体面传递蟹意。来自上海嘅高人气网红蟹料理餐厅，始终坚持面面皆体面嘅品牌理念，坚持使用优质食材，弘扬传统文化，打造体面生活，为全世界美食爱好者提供健康、美味、精致、体面嘅饮食新体验。咁讲到景点，又点可以唔带大家睇下你间酒店外围嘅怀旧澳门区？还原咗极具澳门特色嘅葡式石仔路，旁边仲停泊咗一艘名为澳门皇宫嘅船只，系参照澳门当年第一艘以拆船成名嘅皇宫娱乐场而建设噶。佢嘅建筑细节都系依照并且系保留咗当年嘅风格，呈现中国宫廷嘅气派。睇埋澳门皇宫旁边嘅酒店外墙，来头都唔细噶，名为幸运女神壁画，设计仿制澳门经典建筑爱都酒店嘅外墙，独特色彩包括拱形楼顶设计，以及系喺外墙上面重塑幸运女神马赛克壁画，传承千年传统文化，方圆元素，老庄思想设计缓缓流淌。嚟到呢度，唔单止品嘅系一蟹一味。更加是恒古绵长的中华底蕴。你看看他幅名人墙，全部都是国内知名人士，不知道我阿胜几时才有机会在这里留个倩影呢？这里的品牌理念和情操都相当之高尚有内涵，不如即刻找餐厅的创始人聊聊天。其实我经营谢家大院更多的不是想经营一个 business， 我想经营的是一个新的生活理念。因为现代人的选择太多太广泛了，我们每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，但是什么才是最好的，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困扰。就像我们自己的衣食住行一样，当你的衣柜里边摆满了各种各样衣服的时候，你会陷于一种苦恼，你会在想我今天怎么样的穿搭才是最合理的。那像这样的衣服我有十几套，我每天就是出门我就是这一套衣服，就没有选择啊，没有选择就没有烦恼啊，然后我才能够更好的去体会自己身边当中很多美好的点点滴滴。那么经营餐厅也是这样子，谢家大院为什么叫谢家大院？因为我们是以螃蟹来组建的一个家庭，然后大院就是包罗万象，就像一个新的 family 一样。所以谢家大院主营的就是螃蟹，我们主要就是做大闸蟹的。谢家大院是2010年成立，到今天2024年，一共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。在这14年当中，我们始终唯精唯一，只想把蟹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，我觉得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咁介绍两款味道香浓芬芳嘅小食飞天蟹，咁同埋呢一款蟹青龙。咁先讲讲蟹青龙啊，每一只都1-2以上重嘅小龙虾，配搭白酒秘制汤料冰醉而成，从钳食到尾，每一只虾钳都威武有肉，虾黄饱满鲜甜。肉身 Q 弹爽口，而飞天蟹就用了53度酱香型的飞天茅台和精选黄酒，酒香渗透晒蟹的每个角落，就连蟹脚都不可以放过。你看看它的蟹黄蟹膏有几咁肥美，胎香丰裕，真的好吃到飞天啊！无论选材和用料都绝对是对得住飞天蟹这个名字。不如再听下创始人对于餐单设计方面的介绍。这个菜单呢，其实我是参照了自己的一个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我觉得人的一生啊，无非也就三个阶段：生存阶段、物质阶段和精神阶段。那么呢，所以我呢创办了三款面呢，一个叫蟹肉肉，一个叫蟹黄金，一个叫蟹太极。那么蟹肉肉呢，就代表了人类的生存阶段。因为人类的生存阶段，只要有动物的肉和植物的肉，叫俗称肉肉，就可以生存了。那当你生存具足了以后，你就会开始追求什么呢？追求物质。那物质在我们地球上有一个事物可以取代的，就是黄金。因为黄金可以交换我们在地球上面所有一切可以交换的物质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二碗面呢叫取名叫蟹黄金。因为追求物质是没有尽头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懂得画一个圆。所以我们的蟹黄金面卖360元，
360元就是一个圆的360度。蟹太极就暂时未登录在澳门了，但是都可以补充少少啱啱嗰两款招牌面食嘅蟹肉肉，其实就是蟹肉同埋蟹钳肉，毫不吝啬咁样铺满晒喺表面。而蟹黄金就即是满满200克嘅蟹粉，以及系可以食用嘅金箔，足足有12只大闸蟹嘅精华蟹粉噶，唔使讲都知有几鲜味啦。仲有呢个蟹白虎，即是黑松露蟹粉捞饭，手工匠心拆出9只大闸蟹嘅精华，精选上好嘅米饭，唇齿留香，融合大大块嘅意大利黑松露，精心配比，每啖都有惊喜。蟹粉捞饭呢个组合真系冇得输噶，好食到爆啊！咁负责人都讲啦，追求物质系冇尽头噶。嚟到蟹料理嘅专门店，点会少得柯艳温嘅蟹五行呢？18只大闸蟹嘅精华，蟹黄、蟹膏、蟹腿肉、蟹钳肉、蟹肚肉，全部俾晒你食，唔会添加多余嘅佐料，还原食材嘅原味。你睇下个器皿，一到实晒嘅，全部都系跟住克数嚟煮，边个嚟食都一样咁大盘。讲埋俾大家听啦，呢个蟹五行不限人数分食都得噶，而且面条同米饭仲系无限续添，绝对系大满足。咁秘制嘅陈醋姜茶亦都免费续，解腻驱寒，仲唔班多几个虾兵蟹友嚟到试试佢？